有任何需要求助于治安局的地方，都可以对妙计说哦。妙计是你坚强的护盾，不，是树洞。刚刚那些人是骚扰行为吧？以后遇到可以直接找治安官。哦，哦，爱莲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没有紧张感呢。紧张什么？我说爱莲，我知道你很强大，但这个时间段在马路上还在随意搭讪的人，是需要警惕的。其实是我拉住他们的。是不是我误会了什么？这附近有家卡拉 OK， 我让他们帮个忙。卡拉 OK， 爱莲，就算你忽然想唱卡拉 OK， 也最好不要找两个陌生人一起去。你在说什么？怎么会有人随便拉陌生人去卡拉 OK？ 那绝对是不合理的行为吧？那你刚刚和那两位是在……这家卡拉 OK 深夜限时售卖全日可用打折券。我的朋友们最近很喜欢来这家，有打折券会便宜很多。今天我完成委托路过这里，碰到两个刚吃完夜宵的人，就问他们能不能帮我多买两张打折券。不过看来他们被你吓走了，还蛮震惊的，你有那么严肃的一面，请你自重。不愧是神将。不用重复了，海莲。不过既然你来了，你陪我一起去买打折券吧。今天谢了。应该是我说抱歉，原本你可以有三张打折券的。我说的不是打折券的事情，我是说你这么担心我，谢了。
你好，我的朋友在这里改装了一只帮布，我来帮他取货。不对，这样语气好像不够礼貌。你好，我的朋友在这里改装了一只帮布，请问我可以帮他取货吗？打扰到您，非常抱歉。我可林，你是在念什么咒语吗？是您呀，抱歉，可林现在很忙，在准备等会和改装店老板要说的话，请稍等一会儿，我应该很快就能背下来了。去改装店取货也要提前练习吗？直接说就可以了吧？不行，可林嘴巴很笨的，如果不提前练习的话，一定会说错话的。如果说错话了，可林就会被讨厌，老板会认为可林是麻烦的客人。这样的话，以后可林就再也没有脸来改装店了。不能来店里的话，就不能帮大家取货。可林简直太没用了，果然还是找个阴暗的角落独自消失比较好。不会的，不要脑补这么可怕的发展比较好。对不起，一不小心就……没关系，我们一起找老板说吧。真的可以吗？不知道为什么，有您在旁边的话，可林好像就没那么害怕说错话了。谢谢您，要不是您的话，我可能还要犹豫好久才敢和老板搭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如果您有什么事情需要用到可林的话，请一定联系我，只要能帮到您，可林什么事情都愿意做。工作太累的话，就来这里放松一下吧。
惠顾，希望你玩得尽兴。
我等一下，等一下。珍珠茶奶和薄荷茶奶，你要哪杯？那珍珠茶奶。嗯，给你。进去看《以太奇梦》吧，我都站累了。一起看。我还以为爱莲是一个人看录像带的那一类。还有这种分类吗？对我来讲都差不多，所以如果你不忙的话，就一起看吧。现在不算吗？这部我也还没完整看完，一起看吧。你的沙发好舒服。重点在这里吗？你真的是想看录像带，而不是找个地方偷懒吗？因为开头十分钟在讲绳匠感染病毒，之后绳匠就陷入沉睡了。后面就都只是绳匠的梦境了吧？剧情上是这样的，但这部重点就是讲绳匠在充满二境之术与光怪陆离梦境的景象中穿行。我看这部本来就只是想更了解绳匠，既然后续是梦的话，还不如直接听你做过什么梦，更有贴近感一些。毕竟这部不是纪录片，真可惜。原本想看完和爱莲讨论观影体验的。抱歉，我这几天委托有些多，一直忙到了今天早些时候。原本想回去休息，但想到跟你已经约好，所以直接过来了。原本我以为喝了茶奶就能提神的，其实最开始没有完全睡着，或者说我以为自己没有睡着，因为我看到绳匠在空洞里帮我引路。之后我们掉进了裂隙，裂隙里有打掉就能掉糖果的帮布，就是我们第一次合作时我在吃的那种。因为太真实了，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完全睡着了。总之，抱歉了。听爱莲讲述自己梦境的感觉好奇妙，像是今天意外看了两部影片。那个，下次等我没有委托的时候会再来找你一起看的。
失礼了，没想到能在这里与您相遇。如果您现在有时间的话，我能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吗？什么问题？我不确定能不能帮到你。是这样，我原本打算在这台自动贩卖机里购买一些饮料。我已经往机器里投了足够多的硬币，机器也提示购买完成，但是之后却没了反应。你觉得我该找什么机构反应呢？是直接找治安局，还是联系贩卖机上写着的公司名称？这种时候，联系我就行。联系您？难道您不仅是一位厉害的绳匠，一名知名录像店的店长，甚至还是著名连锁自动贩卖机企业幕后的老板？你想太多了，我只是会修自动贩卖机而已。没想到您还有如此卓越的生活技能。那么以您的经验来看，我该如何才能修好这台自动贩卖机呢？只要踹一下自动贩卖机就行。踹一下吗？原来如此，是具有充足生活经验的人才能想出的绝妙招数。那么就让我来尝试一下。来吧，我看着你踹。让您见笑了。好多饮料，而且还是完全不同的口味。是帮其他成员带的饮料。哦，对了，这个给您。感谢您的帮助，请把这个当作小小的谢礼。无论是作为维多利亚家政的负责人，还是作为莱卡恩本人，我都希望能和您保持联系。下一次，我会为您奉上更加诚挚的谢意。找你呢，快看，这是我刚在拍卖会上抢到的艺术品，怎么样，有兴趣吗？看在我们是熟人的份上，跳楼价只要8888。那个，说实话，我在隔壁杂货店看到过这个，只卖88。怎么可能？我的进货价都要888呢，杂货店的那个肯定是假货。啊，等等。你那怜悯的表情是怎么回事？你该不会是觉得我被骗了吧？很有可能，你还是赶紧确认一下吧。不可能，我妮可可不是吃素的，怎么会看不出来这玩意儿的价值？哎，好像是有点不对劲。仔细看看，这粗糙而眼熟的做工。可恶，那个该死的商贩，我这就去找他算账。哎，还好有你提醒。这次就当我宁可欠你个人情，有机会一定还。总之今天谢谢你了，以后有事就直接联系我吧，随时欢迎你哦。